家。赛道上咧，而家举行嘅就系第二十场嘅中龙混合谷开赛，香港赛马会杯。第一线道嘅就系我体育会龙舟队，第二线道嘅就富宝花园业主立品牌，第三线道嘅黄色旗号嘅深水埗体育会，第四线道嘅就系青色旗号嘅中信银行国际中信龙，第五线道嘅就系橙色旗号嘅成组。第六線道嘅就紫色旗號嘅東華愛心龍舟隊，而第七線道嘅就係綠色旗號嘅自由龍，而第八線道就粉紅色旗號嘅定龍。有啊，緊上嚟啦！第一排呢就係頭髮到頒獎禮，有冇睇？頭髮。这个排第一啊，看不看到啊，仔？哇，这个非常过程相当紧凑啊！一至五名啊，都是停牌啊，定江码头啊，停牌啊！而家往外炒，稍微好似领先嘅就系青色线道嘅系啊，叮当龙头啊，龙头啊，而家叮当龙头唔系码头。哇，而家哇，冲啊！冲啊冲啊！第二线道，上年嘅年冠军都冲紧上嚟，而家五条龙一齐啊！哇！呢个冲冠军先，哇！呢个精彩啊！一齐冲啊！八号啊！八号冲啊！冲龙头啦！八号五号，银行国际中信龙亚军，东华爱心龙舟队季军。游龙殿军直龙，呢个好有体育精神，加油加油！呢个奖牌系啊，呢个奖牌啊，六号，仲有好有体育精神。我哋恭请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服务集团行政总裁陈志豪博士 BBS 太平绅士为我哋颁发。现今日得奖队伍系香港建筑师学会。哇！这个非常过程相当紧凑啊！一至五名啊，都系停牌啊，定江码头啊，停牌啊。而家往外炒，稍微好似领先嘅就系青色线道嘅系啊，叮当龙头啊，头啊，而家叮当龙头唔系码头。哇！而家系啊，六七八线都相当接近。啊，冲啊冲啊！蓝色旗号嘅第二线道，富花园上年嘅年冠军亦都冲紧上嚟。哇！这个精彩啊，一齐冲啊！八号啊！八号冲啊，冲龙头啦！八号、五号、二号、一号、七号，哇！劲啊！呢个真系叮当龙头啊！呢一组，认真好赢。